了。喂，不愧是我们的桌球男神，羽球也很厉害，赞赞。场上有各种不同品种的狗狗，猫俊哦，马尔济斯。没有。马尔济斯是宇宙，宇宙是马尔济斯啊。毛俊到底像宇宙比较像沙皮狗。为什么像沙皮狗？我没有毛俊爱啊。喂，不愧是我们的桌球男神，羽球也很厉害，赞赞。地方把它提出来，不可以收起来。对，然后手举提高，跳起来的时候提高，这样。往上吗？对，就摆到，然后踩，这样子。对。哎，等一下。对，怪怪的。没关系，慢慢尝试。怎么像马里奥？你踩板的那只是左脚。有点冷，有时候左脚，有时候右脚。那要固定下来。最简单的车子就是这样。有。对，你你站好，然后这样。好，右脚。右脚。啊，这是你的惯用脚。惯用脚。你觉得你哪一脚的？不是，其实我一定是右脚，只是我右脚受过伤，所以我觉得它会有一点。我觉得我们都承受过伤啊，才能成为彼此的太阳。是比较有力的。唱出啦。唱出来，这是左脚比较有力嘛，右脚阳光普照。我觉得你用左脚吧，你用右脚会害怕。可是他对他右脚比较顺，他左脚会有点卡。右脚，我们知道跳远是由慢至快的加速，所以这六步有没有发现它好像有点小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让你们做节奏，换步快。它有换步快的节奏加速度的话，上板才会很顺利。如果你是跨大的。跳不起来，把髋移到脚踝上面来，然后把节奏加进去，所以节奏加完之后就起跳结束了。好，走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啊！前面的。受挫的。前面的六步没有跑出来。前面的六步没有跑出来。我昨天去大肠照大肠镜，然后割了两个息肉。好，虽然看不到，但就像我今天很想练习的心，心在滴血，你也看不到。可以。所以今天是果果的角色。对，没错。帮大家记住。我是想跳。安安，不要在那边偷懒、哦。用肘这边的力量。你为什么要站那么远在练？不是丁姐，我都好懒得走，我待会想再去练。哎、欸，那位，也好搭档，好搭档哦。做一下动作，突然开刀，没办法训练。那你要连他的分一起加油。对呀、啊，上周才说，这周帮我逃回来了，这周给我去开刀。大家坚持下去，就是帮安安逃，要帮我们每个人逃回来。刚刚是动了一个脚在跳，是最下面，应该是这个脚在上，拍出来。我自己上，因为你把人重心从右边移到左边，有机会就下上去。你好朋友小曹记录是15分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怪力男，我要想办法追上，想办法追上他。男生的时候已经靠谱，对啊，然后这是国中的，我不是男生，国中男生的是正常，你是丢这个、啊，国中男生也是，啊，这个是4公斤，5公斤，那为什么不让他们男生也丢？不好看啊！我跟这个，你拿看，这7.26，这7公斤，超级重。有没有看全明星运动会？要你们支持什么队？哈哈哈哈哈！我都在训练呢，不是对啊，对。还是其实你们比较想看到王子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完蛋，王子在这边也吃不开。时代的眼泪，完了。三号。时代的
眼泪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劈腿！我很想要踢一下。劈腿啊，没事，他长劈腿，没事，他长劈腿，我吓一跳。没事，他长劈腿。劈腿天后，劈腿天后。这个场地跟昨天差太多，太累了。快个水！好了，小钟，要不要要返工了？而且很想救场，很想救飞盘，因为觉得应该跑不到。在场上没有发觉，可是当我坐在休息区的时候，发现哇，场上有各种不同品种的狗狗，猫俊哦，马尔济斯，没有，马尔济斯是宇宙，宇宙是马尔济斯啊，猫俊到底像宇宙比较像沙皮狗，为什么像沙皮狗？我没有，猫俊是猫俊是腊肠犬。主威比较高贵，贵宾，贵宾。主威刚刚自己说是柴犬的，你觉得像吗？不像，它很像那个头，有一种狗是长毛，很长毛，然后头发很飘逸。阿富汗猎犬像阿富汗，我觉得柴犬比较像西西啊。柴犬来，你就是贵宾哎，是柴犬。哎，我发现你接飞盘也会吐舌头，真的，你会这样子。